经常读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，它有一个有趣的规律，那就是在演义当中非常了得的人物，往往在历史上没那么厉害。演义当中的一票耸人，在真实的历史上却有很多高光时刻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耸人其中的一位曹仁，我们来看看他有那些的战绩。第一战，公元209年，地点在江陵，对手是东吴周瑜。赤壁大战后，曹操撤兵回到北方，留下曹仁负责镇守荆州，重镇江陵。江陵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囤积着兵器和粮草，是整个荆州地区的重要补给站，也是曹孙两家的必争之地。守城方曹仁兵力约7000人，粮草充足，城墙坚固，但没有后援部队，赤壁新败部队士气低落。攻城方周瑜兵力约30000人，挟赤壁之战大胜之勇，部队士气高昂。双方无论从投入兵力还是部队士气方面，都是一边倒的形势。博彩公司的判断是曹仁将速败，周瑜先锋数千人进攻江陵，曹仁派部曲将牛金组织敢死队迎战。因为兵力相差悬殊，曹仁仅分派给牛金300人，牛金因为兵力相差悬殊被围困，曹仁打算去救牛金，部下劝曹仁舍弃这支敢死队，而曹仁仅带着手下数十人冲入敌军，成功救出牛金及敢死队，部下深受鼓舞，慨叹曹仁将军真天人也。曹仁这一战大大提升了守城部队的士气，部队坚信在曹仁的带领下能够成功击退东吴的进攻。但是更加残酷的现实是双方相差悬殊的兵力对比，周瑜将几乎全部的东吴兵力都调来围攻江陵，曹仁则依托充足的粮草和坚固的城墙以及部队的士气提升，以寡敌众坚守孤城江陵1年左右的时间，并成功击伤东吴统帅周瑜，最终成功突围，撤回曹军根据地，为曹操重整旗鼓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第二战，公元211年，地点在渭南，对手是西凉锦衣马超。曹操派夏侯渊和钟繇兵出河东，试图经过马超等凉州地区军阀的领地进攻汉中的张鲁。由于曹操的势力很大，口碑又不怎么好，马超、韩遂为首的凉州地区军阀都怀疑曹操要用假道灭国之计，借机吞并凉州。由马超挑头联合了凉州地区的大小军阀，组成10万余人的联军队伍来对抗曹操的军队。曹操紧急命令曹仁为安西将军，作为前敌总指挥，坚壁固守，不可擅自进攻，等待救援。锦衣马超作为西凉第一号的猛将，又组织了10万余人的西凉部队。西凉兵的战斗力在当时要远远高于来自内陆的曹军，而且曹军在因准备不足，在兵力上再一次处于了绝对的劣势。博彩公司的判断是曹仁必败。渭南之战从211年3月份打响，一直到7月份，曹操才组织援军赶到。曹仁又一次在数倍甚至是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面前成功坚守4个月的时间，后经过蒲坂津之战、楼归、泼水驻兵城、反间计等回合的较量，马超、韩遂10万联军最终溃败。在三国志上，对于如此精彩的一场大战，却仅仅留下了22个字的记载：太祖讨马超，以人行安西将军，都诸将据潼关，破超渭南。第三战，公元219年，地点在樊城，对手是西蜀美髯公关羽。219年，刘备自立为汉中王，关羽则率兵进攻樊城，而当时樊城的守将正是曹仁。樊城一旦失守，关羽就可以长驱直入，攻打到许都。当时曹操对于曹仁是否能够守住樊城心里也是没底的，甚至提议迁都以避让关羽的进攻。这一次似乎运气不在曹仁这一边，于禁率领的30000援军因为汉水暴涨外溢而尽遭淹没，而曹操手下的五子良将之一的于禁更是直接投降了关羽。这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水淹7军。樊城内留守的部队仅有几千人，而且大水几乎淹没了整个樊城。曹仁当时是外内断绝，粮食欲尽，救兵不至，围城的大帅郭由10年前的周瑜变成了更加凶猛的关羽，而严峻的形势
比当年的江陵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博彩公司的判断仍旧是曹仁必败。曹仁在面对如此的绝境时候，仍然保持了冷静，激励守城官兵齐心协力，誓与樊城共存亡。官兵们当看到曹仁将军视死如归的气概的时候，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动，一门心思守城，没有出现叛变投敌的情况。等徐晃带领着第二支援军赶到，并一举击败关羽，曹仁成功守住樊城。在游戏三国杀中，曹仁作为最好的肉盾角色，防守能力属于上乘，其主要技能就是聚守。而在三国历史上的曹仁，作为曹操最为信任的外放大将，大多时候都是独自带兵镇守与敌方接壤的军事要地。那曹仁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呢？第一，善于采取各种手段调动部队的精神力量，也就是李云龙所提到的亮剑精神。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，无论对手有多强大，即使是天下第一剑客，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，虽败犹荣。所以每次以少敌多的守城战，不管对手是谁，曹仁的守军都没有出现过叛变的情况。第二，在战术层面，曹仁善于分析敌我形势，采取最恰当的攻防策略，或坚守不出，或闪电突袭，每次都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到最大的成效，并取得最终的胜利。除了与三大帅郭的 PK 之外，在讨伐张绣、官渡大破刘备、围攻胡关等战役，都体现出曹仁既有勇又有谋的帅才潜质。西晋时期的文学家、思想家傅玄曾经在《父子》中这样评价曹仁：“曹大司马之勇，奔欲服家也；张辽其次焉。”应该说是对曹仁一生功绩的最佳褒奖。